要学好这个发球很简单的，就是这个球放在这里，这个拍子放在这里，它有一个距离它就会回来，有一个距离它就会回来。很多球迷发的这个球不回来的大概率是什么？碰球。你看球在这里，球拍在这里，你看是不是这样子，一推球就出去了，没借上力，没合上力。那你合上力试下呢，你合上力试下呢，这球哎，加点手腕它就更转了。你看现在我是加手腕的，不加手腕其实也转。只要这样子的话，一个动作你要学会去摩擦球，触球的板头啊，板头啊。